光一世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三十余载如梦无悔，日月相伴谁能体会。四季更迭物是人非，不知不觉添了心碎。故人故事已故去换不回，任时光轮转与你相会。三十年如一载，在东北那旮旯了，到山东老家，再到河南郑州，然后就到北京了，然后走向世界了，就开始了浩浩荡荡的、史无前例的消灭上世界上最邪恶的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。共产党已经奄奄一息，香港的反送中运动，新疆的大囚禁，新疆的大消失，人道种族的大灭亡，病毒真相疫苗，到世界上真正的蓝金黄，金融超现代，媒体法律超现代的一个个实施，无限的挑战，无限的背叛，奇迹刚刚开始。时光一世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三十余载如梦无悔，日月相伴谁能体会。四季更迭物是人非，换不回，任时光轮转与你相会。故人故事已故去换不回，任时光轮转与你相会。